我从零开始的乐队生活果然有问题。天涯的鼓打得越来越好啦，期待你首次考核的表现。这个电子鼓真的好酷好炫，下次让我也试试吧。一个个来，让手把手教你们。也叫鼓啊！耶耶耶！原本选铃鼓是为了想尽情展示自己的魅力，没想到丫丫的电子鼓居然那么吸睛。可恶！是算了，到时候我不会成了舞台上最不起眼的那个吧？如果是我来演奏电子鼓的话。Here we go! 5, 6, 7, 8! 本小姐最显眼，对不对？沉溺在本小姐的魅力之中吧！乔乔，你在干嘛 ？And stop! 没干嘛。你手刚刚明明在前面挥来挥去的，甩绳，我在练甩绳。哪有什么绳子？是空气甩绳，可以强化手臂力量，一起吗？你还真是万物皆可空气啊！那你继续吧，我得再去练习打鼓了。我没有办法像早早你一样有信心，光靠自己的魅力就能撑住场，只能拼命把鼓练好。不拖后腿了，丫丫，丫丫居然这么信赖本小姐。其实本小姐之前还担心铃鼓比起电子鼓太不起眼了，不过你说的对，这样大家更多关注的就是本小姐本身的魅力啦。而且电子鼓的作用是协调大家的节奏，万一出错了那就是大型车祸现场，所以我一定不能出错。怪不得丫丫练鼓练的手掌都红了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着，我也不要想一些有的没的，专心练习铃鼓吧。笨蛋，你也要像本小姐一样相信自己，电子鼓会成为你在舞台上捕获观众的武器的。谢谢你，早早。不过练鼓的时候要记得戴手套啊，像爆裂鼓手里演的那样受伤就不好了。这个其实是昨晚打游戏太精彩，一拍桌子就拍红了。丫丫，本小姐今天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爆裂鼓手。请把考核曲目跳上100遍。